哎呦，作者，你不是说请我吃豆吗？怎么改成大汉堡了？不得不说，味道真是不错呢。没想到抠门的作者变大方了，准备的都是我东东阳爱吃的。作者，我真是爱死你了！还有这麻辣鲜香大火锅，好吃到把锅都一块吃了。糟了，刚刚不小心把作者这两个弄坏了，好心的蛋宝们快帮我点点羞羞。哇塞，这是大龙虾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吃呢，也太好吃了吧。嘿嘿，吃完了大龙虾再来点冰冻大西瓜。不过作者，你给我准备这么多冰淇淋，是不是知道蛋仔岛上最爱吃冰的就是我东东羊？对了，差点忘记提醒大家，最近蛋仔岛上出现了很多不法分子，他们打着送皮肤的幌子，用假消息诱导你进群扫码，让你联系客服发送领皮肤消息，骗取你的个人信息，最后告诉你的账号被锁定了，需要提供验证码解除。大家不要相信这些，都是骗人的。